哎，我无意中发现这里有一个咖啡厅，开在一个车房里面，很多人来看奔驰，这里还有奔驰，哇，他们开在一个奔驰的一个车房里面，这是个网红咖啡厅啊，墨尔本很神秘的一个网红咖啡厅。哇，很漂亮的车房，还有二战，还有二战的零式战斗机。哇，我是不是停车停在这里还不知道，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咖啡。看有什么，本来有这个二维码，看有什么东西好。华人开，不是华人开，哇，好漂亮。它以前是个报废车房嘛。 Please don't land on the car。 哇，奔驰，become a writer。 嘿嘿，这是做蛋糕的。狗也可以进来。很多人在外面吃。还有人在玩狗哦。